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《全德报》，表演者敬贺兰、朱贺松。谢谢您啊，感谢您，谢谢大家伙儿这么热情的掌声，谢谢您啊。我以为停电了呢啊！来了不少的好朋友，欢聚在我们德云社听相声来了。好多演员呢，也都是相当的优秀啊。今天这个演员阵容也相当强大，哎，说的非常的搞笑啊。可能好多演员名气不是多大吧？对，但是能力水平都很高。嗯，从头一场的演员就相当的了不起。到第二场了，更加优秀。对，到第三场就重复了。翻来覆去就这几个人。今天这人员变动不是很大啊，因为这个对于舞队来说呢，人员比较紧缺。对，好多人呢最近也就是身体不适，都是请假了，闹毛病了。所以呢，好多演员呢需要那个二次登台，哎，给您出来表演。但是艺术水平来说都是相当的不错。哎，相声说的很棒。对了，尽自己所能的给您带来欢乐，是卖力气表演，磕磕磕磕夜夜的演出，兢兢业业，而演员的职责所在。对，一直到我们哥俩这场，有认识朋友啊，早期有陌生的朋友。哎，咱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做敬贺兰，对于这位年轻相声演员，谢谢您啊，谢谢这么一位朋友呐。给我的，哎呀，我替你感谢他呀，我又错了，哎呦，人家喊我呢，你用你感谢，买了房子，这是我搭档，好，哥，猪猪，姓朱叫朱火松，哎啊。行了，好了，好多朋友确实喜欢他，老朋友了，哎，都是老观众了，认识他，了解他，哎，甭管从各种渠道吧，嗯，啊，你甭管是微博，对，抖音，嗯，快手，法制晚报，甭管哪种渠道认识他，对，就证明现在人家小有名气，还得努力钻研相声。哎，在相声领域啊，小有成就，谈不到啊，这是好事儿。谢谢，就是希望你好起来。哎呦，更多的朋友说都能看见，这是对我的鼓励。对了，你就说有一天一贴朱贺松的名字啊，起满坐满，观众朋友都来了，你甭说200多人啊，2000多人，哎，卖满了。对，他看都来看我。了不得，那我多厉害呀！哎，早晚有那么一天，我等着那一天。那话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假以时日，必成大器。哎，我就是大器，我就是大器。这你是大器晚成，我就是大器。哎，就是好，谢谢。哎，这样好，尤其呢，近2年呢，都是带着我演出。不能这么讲话啊！我不跟别的演员似的啊！别的演员呢，都限制捧哏演员发展，不能这么讲话，突出逗哏的啊！我不这样，你很突出啊！哪突出啊？你就很突出，你也讲的笑话很好笑啊！我就很突啊！多好笑啊！我没那么高艺术。啊，主要就看您。哎呦，您这羞臊我是不是？我现在人家那个演出都说带个捧哏的，别说带个捧哏了，带着个电线杆子都能演出。嗯，咱不是。咱现在不用电线杆子了。有人还在用电线杆子吗？都是地下铺电缆了。对。我跟你聊的是这个意思。聊的是捧哏。这有谁跟你聊电缆了？真是多好玩儿。是挺好玩的。我现在就是棒角演出。哎呦，我不能这么讲话啊！棒角得放平心态，羞臊我，羞臊我的面皮，是不是？你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哎呀，不能这么讲话啊！我不是这么讲话，就是你是最棒的。谢谢。你最了不起。谢谢。加油加油，你最棒！加油加油，你最强！谢谢。对不对？好样的！谢谢。打小做科学艺，从小就学习相声。我们行话，相声行话，这叫娃娃腿儿。我从娃娃的时候就有腿儿了。就是从娃娃就夭折，我们妈里的腿儿。什么叫娃娃有腿呀？娃娃腿儿嘛，就是从小打小干，
就叫娃娃腿儿，有这说辞叫娃娃腿儿。对，哎，打小那边来人七八岁吧，哎，七八岁我就说笑话了。刚学习的阶段啊，家里我孩子现在七八岁，也就刚上学，送到学校嘛。朱老师那个年龄叫辍学，不上了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他的学习，哎，不走那么脑子，让妈妈省心的好宝宝。老话说得好，嗯。七岁学艺，九岁净身。净心，净心，净哪儿？净心，净下心来说相声了。净心，净身，差不多。差的太多了。反正打小干就是好。太对了，基本功扎实，还可以吧？这所以人家现在小有成就，应该。谢谢。付出就有回报，人一定要付出嘛。但是你跟我比，我比不了。您是怎么着啊？我就羡慕这种娃娃腿。这有什么羡慕的呀？因为毕竟我说相声，我是半路出家。哦，您不是从小学的相声？不是，我哪有那好条件呢？娃娃没有腿儿。对对 对, 对，我小时候是铺腿啊。我这三十了，刚长了腿。只要开始永远不晚。对，三十开始长腿，半路出家不打小干。哦，不是打小说相声。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二十多岁了还从事这个相声这个行业。哦，以前是刚念学了，念书了 也没有，也没念书。你要是刚当时好好上学也还好。对呀、可能现在也考个公务员啊。您最次得有个中专的文凭了，不是？你这个人，你真是说的还真准。中专的文凭，得有文凭学习。中专的文凭也不叫什么，这了不得了。这不叫什么，嗯。但是别看我是中专啊，我也是打小就开始读那学校。哦，连读。连读，连读，打小就进学校了，属于少管是吧？对 对, 对, 对，打小就犯错误，不是打小就管着你们这孩子，什么叫犯错误？这什么嘴啊？叫少管呢？是从少管所。我说这个所了吗？说这个所了吗？少管就你们很小的时候，老师就管着你们，少管，少管。大过年的，大过年，真的不吉利啊，真不吉利啊。都出年了不？对呀、少管不？不是少管。类似于，其实是那个意思，类似于那种，就是五六岁七八岁啊，就给你捐在学校里了啊。对对对对，那阵学的是什么呀？啊，跟你算是怎么说的就好，半个同行。哦，就在那个学校里 学艺术，哎，学那个艺术跟你艺术类，半个同行，半个同行。哦，你说你猜猜不出来的芭蕾舞。你看我这模样像跳芭蕾。那跳芭蕾，你看我这腿像跳芭蕾。这跳芭蕾也不用脸跳啊，他不用脚跳。你脱鞋我看看。我不会，这脚我能这样吗？对，你得穿着鞋，你来一个我看看，是吗？不是、不是，您说不是啊？我不是芭蕾呀，那阵也是、也确实得打小干。哦，也确实打小干，那是我旁边屋。哦，旁边那屋是芭蕾，那是芭蕾。啊，你这屋是孔雀舞。对，就是那个。啊、是这个吗？孔雀对吧？是这个。有人开屏，是这个吗？不是，不是孔雀舞呀，不是舞蹈类，不是舞蹈类。哎，他在那个芭蕾旁边。哦，南拳。妈妈。南拳。南拳，北腿是吧？武术啊。啊，少林三十六房。这些和相声算半个同行吗？破坏之王。我是个戏子，你不要再猜了。说戏子，行，你先等会儿。什么叫戏子呀？哪芭蕾、孔雀舞、少林三十六房，戏子？这是教室怎么了？我承认有三十六房了吗？我承认了吗？我旁边可以有芭蕾，我旁边也可以有那什么孔雀舞，但我承认有少林寺了吗？您这什么叫戏子啊？戏子是老年间对我们这行业尊称。哦，就这个，婊子无情，嗯，戏子无义，嗯，听过吗？我知道这个，说的就是咱们俩人呢。我就是那个戏子呀、我是少林三十六房。你
你不老表吗？我明白您的意思了，艺校的，戏校的，就是这个戏曲。对了，戏曲在那个少管那里边，打小就学，现在属于保外了。什么戏校？什么叫保外的嘛？就你这个宝宝学完了，可以上外边演去了嘛？保外了是吗？你要再这样，我就不兴戒了。要溜达，不行我就骂戒了。接着走，不，你那是什么的？保外就是保外，你该去外边了，这叫保外。那要保外就医呢？宝宝，你该去外边看看医生了。不能是那个意思吗？那是什么？因为宝宝要去外边，然后这个宝宝就医。你是保外的，保不保外边听相声来的，就是戏曲演员。什么戏曲演员？刚才呀，你说的不是人话。嗯，突然间的说话那么正经了，往这还给我戴一高帽子。演员这个词语是很神圣的啊，不是谁往台上一站他就能称为是演员、哦、至少我担当不起。那您是艺术家。我看你不像艺术家。那我像什么呀？上好家。你给我滚出去好吗？没想走。你也真是抱着丢人啊。那这是听见你告诉人说就是我没知道什么词儿啊。我明白，刚才跟我一会儿保外少管上好家南拳。就是您说您唱戏，今天懂你的满文军一个都没来。唱戏啊，我还觉得挺好笑的。现在就你觉得好笑，那你是挺好笑的。唱戏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唱戏，唱艺术家啊。那您是唱什么的呀？唱什么的？唱戏的呀。那你聊什么呢？我在这跟你不是，我明白你，我这意思。唱戏的，唱什么的？唱戏的，对，我是唱什么的？唱戏的，我是听不懂，不是听不见。我能听见，我的意思就是，你是唱什么的呢？唱戏的呢？咱们中国的戏曲实在太多了呀，东柳西方南柯北艺，你是唱什么的？哎呀，归这么几类呢？多新鲜！我没想到，没想到啊！戏曲的小花园嘛，可不，嗯，等会儿，什么？东柳西方，南昆北弋，您是唱什么的？我唱什么的？啊，我唱什么的？看你这什么意思？我考一考你，要考一考我，考一考你这个小鬼，去拿炉子去吧，拿签子去，先给你穿上，谢谢。从嘴给你穿进去，这是受火的。那个东柳，这是柳子枪啊，柳子枪，柳子枪，柳子枪，知道吗？柳子，听说过柳子枪啊？你行吗？行啊，我可是老柳子枪了，老柳子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不行。呕什么呕？我不行。七八上梆子呀，行吗？梆子也太行了，梆子也行。我可是老梆子了，漂洋过海的那个。哎呀，我不行，确实差点。那，你不参与了？南方唱昆曲。还行吗？可以啊，还不行，这也可以。我是老昆曲了，我在学昆曲的地儿就特别有名，我在昆明学的昆曲。是我也猜不着了，他们到底还听什么呢？老昆曲了，我昆曲唱的倍儿地道，地道。这是老北京学的，不要紧，昆明嘛。往昆明学，这是老北京故事。这个我也差点，也差点。你也差点啊。这个北弋，北方弋调高腔，这个不行了吧？这我尤为拿手啊，尤为拿手啊。会修脚吗？
拔罐你会吗？我还想学点什么？刮痧。对，在那儿洗澡那是。可以。对相声演员的肚就好像是一个杂货铺，要什么得有什么。拿瓶酱油。没有。这会的还挺多。对。我就是唱一调高腔的。你是唱一调高腔的。对了，现在唱一调高腔的可实在是太少了，多新鲜呢。哎，发扬就是发扬那些哎不常见的了，真是太厉害了。对不，你国粹京剧不用我，哎，我有的是人发扬去，名家太多了。对，现在唱一调高腔的演员比大熊猫还少了。那、啊、是，我就跟企鹅似的。哎呀，真是，明年准备就给你弄外国展出去了。对对对对对，那我当鹅一样的。嗯，我是唱一调高腔，就是小这个曲种虽然小，但是很好听，但是得都得发扬，太厉害了。嗯，我好崇拜你啊。我真的好崇拜。跪下拜我吧。我崇拜就是我是你的追星族啊。这个还真好。真的好崇拜，唱一调，我从小特别喜欢听一调高腔。我说说实话，我在大二十岁啊，真就收你了。是吗？哎，这个年龄不配收徒弟。哎呦，但是在天津来说，那阵儿我唱一调高腔还是小有名气。哦，在天津唱一调高腔。你在质疑什么吗？没有，没有质疑。怎么在天津不让唱一调高腔吗？行了，只是天津人喜欢一调高腔吗？天津人不就喜欢加特林那种腔吗？那种腔吗？那种多厉害呀！天津人喜欢的多了，天津什么都喜欢。在天津可以唱一调高腔是吧？加特林都让你玩了，一调高腔不行去了，妈犯法了都让弄，不犯法了不行。行行。在天津是曲师乡啊，包容的城市，百花齐放，百鸟争鸣嘛，各种曲艺形式在天津都可以绽放，应有尽有。哎，对了，我就在天津唱一调高腔，好厉害，而且也在一些大型的剧场表演。哦，那种特别大的剧场，大很多、哦、这叫小剧场，这叫小剧场。对，这小点了，对吧？一二百人，二三百，这叫小剧场。对对对，这里大得多啊，比这还大。大得多，你这舞台才多大？你们那个台得一米八乘两米吧？得、啊，背都是两米乘两米二的。还有背呀、啊？我们一人演不了个戏啊，我们都俩人配娘们的。咱说着说着就来点这牙碜的，我告诉你没有这样，咱聊着戏曲，那么神圣的艺术形式，怎么还有背呀、啊？这有背字。对呀、啊，你这跟我舞台都聊成床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家舞台一米八乘两米呀、啊？两米乘两米二。那是背。我们家那背两米乘两米二。三米乘四米八。对，大背同眠住那儿了。聊的是什么呀？我知道你是离不开床吗？我知道你在哪个剧场，我没事量。哪个剧场也不能是那么大的剧场啊！我量人剧场，你们家多大呀？我都知道啊，那参数都能给我啊！别以为我要挖地道呢，上来了，没看过外国电影《阳光大劫案》。你是不量，你可以不去量，但你脑里是不是有概念的？对，你告诉我什么概念？概念你用的是不是宜家呀？你准确一点。你就告诉我，你们这剧场能搁多少箱露露？我们就心里有概念了，我说你那瓶儿多大呀？搁多少香露？或者换一个也行，换一个别的东西。我知道的东西，你别老说你那个专业的术语。就拿这个剧场举例行吗？啊，就拿这剧场举例。拿剧场大出六个，比这个剧场大出六个。有概念了吗？哇，那观众得坐马路对过去吧？纵向啊！这六。干嘛呀我们？干嘛矮这么高啊？我们在六楼演呢。不是这样，也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坐地铁站几天去了？对，直接就给我拉南站去了，我想回家了。这个剧场就是面积相当于六个，就差不多，差不多六个，好厉害的样子。哎，差不多六个，就比这大很多，底下能坐呀，大概能坐一千人、两千人左右。能坐两千人？一千多人吧。两千人干嘛来呢？喝露露。干嘛来？我是个戏子，我是个艺术家，看我来，点我来。哦，明白明白。能干嘛来？和你做个膜拜呀？祈祷呢，坐底下。好吧。别说一千多人都看我表演，听您唱戏来了。在天津有一个中国大戏院。哦，您在那儿？
多新鲜呢！啊、哦，博士那儿的头牌。哦，他们说这个中国大戏院的赛金花就是您吧？哪有这么个称呼？您没有个匪号什么的吗？匪号不叫这个，叫什么呀？38号，兰兰。这名字我们听着比那还肉头。对，就是我。哦，这个38号兰兰，38号兰兰就是你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哎呦，我以为38号兰兰是个兰兰呢，没想到是个兰兰。还真是，你说都是什么呀？穿的还真绿，你说你是色盲吗？来吧，来什么？来什么就是来吧，来什么呀？我今儿也没有外人，我说那谁？这都你家亲戚。今儿也是个好日子，你看太太阳多毒啊！这个，这包袱，这就打死你。不是，我说我在这向你学学这个意调高腔行吗？咱跟我学习戏曲，我操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没有问题，行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我向您学习学习。那太好了，我特别喜欢听这个意调高腔，爱听这个。您看那门后边的一个人 MP5， 我看见了吗？那 MP5， 你回头看一眼，我看看 MP5， 我看见了吗？看见了啊，那机关枪吗？对对对对，那是我们打真人 CS 时候玩的。啊，然后他旁边有他的弟弟 MP3， MP3。对，你们现在用的东西这么老吗？ P3 里边都是那个意调高腔的一选段，拿 P3 听意调高腔。对呀、啊，现在都用 U 盘，对上网上搜搜东西，上网搜，哎，多听听，我喜欢听，爱听好。向您请教请教，咱俩合作唱一回，你给我摘点毛行不行？你再说一遍什么意思？你给我摘点毛行不行？什么叫摘点毛啊？就挑挑我的瑕疵。你看我唱一段高腔属于业余啊。你要说就给你说说戏。哎呦呦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这刷牙来了。是不是嘴里牙膏啊？您跟我说戏，我得有点忒给我脸了，我觉得。我现在是得给你点脸，太给你脸了。行行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来吧，行，好好好好好，咱挑一出戏，挑吧，您挑一出，谁挑？您挑一出，我挑，我谁呀？我艺术家，我中国大戏头牌38号兰兰，我这么大的兰兰，我挑戏，一调高腔我会10000出的，我挑戏，那个一调高腔有10000出吗？你听得上？你 MP3 能混多少出？没戏，对呀，咱会得多。一调高腔会10001出的，怎么又多一出啊？想一出是一出，保不齐挑一出你又没听过。那我挑一出行吗？你挑吧。咱呀，要按照让我说，咱就唱这不好。对，咱唱这不好，这。咱们唱一出发，不要这个，不要这个。这发是什么呀？发长那啥，不要那个。那个，咱唱一出这个，哎，咱唱《窦公训女》怎么样？你还知道这出戏呢？窦公训女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咱分一分角色，分怎么着？分你的，不要，不要了。为什么都让我唱？你在干什么？我跟你说戏呀、啊。不要，我要跟你一起。就咱俩还得配合着演。对呀、啊，您来个正角，我来个谁？您这样啊，嗯，我窦大人。那我逗小孩儿，我逗蛐蛐儿，我逗蝈蝈，我逗小瘦小子儿，我逗大白娘们儿。咱先把那个妇女放在地上。对对对，太好了，不要逗。我不要逗包袱了。不可乐，我一点都不可乐。我要大白娘儿，大夫。好了好了，赶紧赶紧，赶紧赶紧。我说我逗员外。窦员外，哦，窦员外，窦员外，啊哈，您来一个，哎，窦夫人，窦夫人，窦夫人，窦员外啊，这个两个人有关系吗？夫妻两口子，咱俩演两口子，对呀、啊，咱丑话得说下去，什么呀？没有床戏吧？没有，您放心，这么凉的天我也不可能脱掉，因为这个剧场确实不适合。没有床戏，别想想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啊！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您再改一个小角色，我来演一个。再来个院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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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演不了。为什么呀？没那么大面积呀。啊、嗯，我怎么能演院子呀？我自己躺那儿了，你们再往上面践踏我，不行不行，演不了。不是这意思，您理解错了。院工管家。
哦，管家呀，下人奴隶。往这撒狠儿，就这样，这么个意思。哎，就是我知道了，家里那个就是比较管下人的那个。太对了，太对了。好，明白了吗？都明白了，这扫分完了。哎，咱俩收这把好大的桌子，好不好？谁呀？您？谁给你搭桌子？与我。哦，在我。臭不要脸！我跟你搭桌子，我谁呀？我艺术家，中国大戏院头牌，38号来了。我多少的消费者，你听见了？我感受到了。那我当人了吗？往这一站，我跟你搭桌子，扫听扫听去，到哪儿不是咱自己搬？哦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！我再拿把椅子去啊！你敢？我拿把椅子，我来，我去吧，去吧，我拿椅子去吧。哎呀，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去吧。哎呀，嘴这么勤快吗？椅子拿来，这么懒吗？椅子呢？我去吧，我去。你去？合适吗？合适。对，拿一个沙发，最大的那个，好吗？拿那个，对对对，那大沙发，三个人能坐的那个，拿那个。对对对，拿那个沙发，这是沙发吗？就这个。我说，哎呦，这椅子它不也疼吗？对，放这。我给你介绍一下舞台这个走位啊，桌子前面为前场，桌子后面为后场，这边是上场门，这边是下场门。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地儿？这是哪儿啊？前场。这儿呢？后场。这儿呢？上场门。那边。下场门。这儿呢？前场。这儿。上场门。下场门。后场。这儿。上场门。下场门。这儿。前场。这儿。下场门。这儿。真的，你的傻不是演出来的。问明白了吗？总共这四个地儿，他迷路了吗？没有迷路。那我捯饬捯饬吗？您还化一化妆？不化妆吗？可以化一化呀，化一化妆，这是一个专业演员应该做到的。因为这个出戏，一个男性角色，一个女性角色，我们俩穿着同样的长衫，大家哎分不清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人靠衣裳，马靠鞍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怎么样？咱们唱的可是《斗宫训女》。对呀，不是猪猪侠。你别说，你看过来真多。这什么呀？这是披风吗？不是，这是过去女人呢穿那个肚兜。哦，这是那个肚兜啊。我看你穿上去，你这不像个肚兜，穿上你像个麦兜。哦，我这一站，我都告诉你这是个肚兜。家里来这么多人，你就这么聊你媳妇儿？拿我交朋友呢，真是。媳妇儿，这肚兜里不还有一个三层保暖的吗？不还有？家这么穿呢，肚兜穿最外边。行，来，拿卡纸往加上。来吧，来，开始做戏了。好，好，开始做戏了啊！咱归后台了啊！给我来啊！死一般的寂静。没听见有快门劲儿吗？你得打家伙，冬秋罗呀，给上啊！那个小子儿，你得学呀，学冬秋罗呀。我平时有文武场面。对呀，咱们这没有嘛，冬秋罗呀。Enter。冬秋。这罗有毛病，这罗瘪了呀，这罗。你得冬秋，你得匀速啊！匀速啊！冬秋为一棒，再打一个半棒，一共三棒半，我就到了这儿了。哦，三棒半就到那儿了。冬秋为一棒，哎，还真讲究。Enter。冬秋一棒，别说出来呀！这鱼啊，你是？我怕忘了吗？Enter。冬秋。你过来。谁找我？谁找你？我找你。你找我干什么？你得跟我一块上来呀。这是一块上来呀。对呀。好家伙，你早说呀。对呀。Enter。
冬秋冬秋冬秋走，朝来长暮岂有后，像寡妇，我站着就这么客地慌，是这词儿吗？什么词儿啊？先堂前列绮罗呀。说词儿错了不就完了吗？老不唱了，一时蒙住了。仙人堂前列绮罗，阿夫人。啊，大爷。大爷干嘛？老爷。阿夫人。啊，老爷。阿夫人请坐，老爷请坐，坐坐坐。老爷，奴家坐在哪里？你找这话呀？什么叫找着？那就是我找上来的。这不是我找到的吗？信口雌黄。我拿上来的呀。我让你拿的。不是，你等会儿，咱前面有一个，我觉得咱打头来一回。刚才那个问，什么意思？我怕他疼。你拿他干嘛呀？我怕他丢了，行吗？就这么大的地儿，我看着俩人谁偷？行，咱把它放这儿，咱把它放这儿行吗？把它放这儿，好。谁不许碰，谁碰谁是狗。你什么家庭？
生吗？小姐，小姐，尿尿。小姐，就是我的女儿，我与她的爱情结晶，我们生命的延续。哦，对，你闺女。哎，对了对了，她可人跑了。这是石姑老爷吗？夫人呢？夫人不在这儿呢吗？这是夫人吗？别的吗？夫人。谁尿尿了？没有。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十五老爷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撒泪，分别去了。你待怎讲？后花园撒泪，分别去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举锤骂天呢？竟然打我的手机！我猴子叔叔，我手机能这么用？哦，我是你姥爷，我是你爸爸，我看我想当你令尊去。真是我出言不逊的，我女儿昨天晚上跟师傅老爷跑了，现在你才告诉我，我好生气。你生气，你怎么不去呢？你要我定了，我怎么就知道？你是奴隶呀、啊，下人呀、啊。我干嘛？我凭什么得盯着他们？对呀，俗话说得好，老爷发威，奴才撒岁呀，你得尿尿啊，你得，你得害怕呀，你得哆里哆嗦几次，摔伤到这有个地缝都得钻进去呀。我就得害怕到一定程度了，我在这憋着尿了，跟这狗似的，我都拉拉尿了，吓得我。对，就是这样。那恨不得有个地缝我都得钻进去。太对了，是那意思吗？对了，还挺难拿捏的。来打头来啊，好好来当夫人。对对对，记上，对记四口，来对四口。阿夫人，阿老爷，不来问你，问吧，你我的女儿哪想去了？其实夫人让您原子一报，为何不见原子报来？为何不见原子报来？原子报来，报来，报来，报报报报报报。西门老爷大师傅好，我是西门。昨夜晚三更时分，师傅老爷与吴家小姐在后花园撒泪，分别去雨了。你在怎讲？后花园撒泪，分别去雨了啊！你干嘛呢？我找立份儿了。不唱了。谢谢您啊，这个传统一个节目叫《斗公训女》，哎，这个节目就属于我们行话叫腿子活，老节目，哎，唱戏啊等等的啊，咱说实在话，没那功底，哎，这活本身确实有点老了，有点老，而且来说吧，这个自己也没学过，笑料不足。其实这节目笑料还是挺足的，啊，今天是你有点笑料不足。没有想到一个名门都没排上，确实朱老师的风格比较独特啊，喜欢他的朋友甚是喜欢，不喜欢的朋友也讨厌至极啊。但是来说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不同的状态，哎，每个人跟每个人他都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朱老师其实就是怎么说呢，很执着，这是一个很执着的人，为了梦想，对对对，追梦，对，追梦。我的梦想就是成为马云一样的男人。所有人梦想都是，不是周老师，人家很执着，就是状态也是什么呢？你比方说，很明显就能感觉到，你一个包袱没响，没有关系，接着试，两个没响，没有关系，哎，试了十个。都没笑，失败告终。那他们行话来说就是脸皮比较厚一些，但是这得坚持。哎，对对对，确实得坚持，不懈努力。你看，这不就快结束了吗？你怎么点儿不也好爆了吗？其实这老师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其实台上台下吧，其实好多人对他的品评来说还算是比较好。这才实话实说啊，整个德云社来说，很多演员就只能说台上不错。台下一般，嗯，有的是什么呀？台下不错，哎，台上一般，哎，人很难做到十全十美。朱老师呢，少有的，哎，说了，台上一提朱鹤松，算不错，哎，捧哏方面别出心裁，
有点自己的特点特色，挺好。台底下做人厚厚道道，嘿，哎，这也不错，是对吧？你不占人便宜，你德云社这么多演员了，尤其说相声这个行业的人，你说不占人便宜，出门你要是不捡，就算丢。真的，就真这样，你不捡东西，这今儿换丢钱了，这算。到谁家里边，最次了也得顺点东西走。对，最次抓把瓜子儿。真是的，你能拿什么是什么？对，值钱的，你要一眼逮不着它，东西就没了。完了，冰箱就扛出去了。可不，电视都丢了。女主人都拿走。就是行业特性，占便宜没够，有的是。你比方安九剑，前面那个老安，我们跟他关系还算不错。就前面那个溜达鸡儿。我们平时关系好，因为我们觉得台上挺好玩。对。但是台下有时他的所作所为，有时候我们看不上。这可以，真是令人不齿。您说抽烟，大伙儿都爱抽烟，但是他也抽，而且他抽的还特别凶。对。认识他有两年多了吧？啊、嗯，两年多没见他买过烟。你想想，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种朋友啊？就是抽烟但是不买烟，出门不带烟不带火的，很讨厌。嗯，他就是从来都这样，没烟没火就抽。后台您琢磨那么多人了、啊，大伙儿都抽烟，谁都是往后台把烟往这一放，搁那儿了，他就不问地儿拿起来就抽，抽完了拿别人的，就这样，就这么一性格，就是这觉得人性稍微差一点。你要老猪就什么的，你别说让他拿，你给不要不要，真是有时这个有时看他了，明儿后台别的有人师弟看见他了，叔哥，来根这火烟抽吗？我刚买的，刚买，你尝尝这个中华，来根，不要了，哎，不抽，我有抽自己的啊，我有小熊毛啊，自己有点钱不容易，对对吧？自己抽吧啊，这些都是好烟。客客气气，嗯，有谁有那好茶叶？对，啊，老朱，看，朱哥，喝点我这买的刚买的好茶，张元刚买的，500块钱一吨那高碎，你留着，尝尝这个神奇的东方树叶，尝尝这个，哎呦，不喝，我有喝自己的，甭照顾兄弟啊，我有，哥挣得来钱，嘿，就这样，我就有时候我觉得这样能做到这点。不错，哎呀，哎呀，可不嘛，哎呦，也不必骄傲，哎、这也不必骄傲啊。有时你包括我们，有时候经常坐地铁啊，坐地铁人特别多，对，让座，我这人必须让座，让座啊。现在年轻人让座少见，嗯，大家得主动给人让座。对，有时候你从那个天桥坐车，啊，这点还好，有时候比如到南站那块儿什么的，有时候人多。哎呦，好家伙，真是！最主要有时候赶那个上下班那个点儿啊，对吧？晚高峰。哎呦，那人呢，真是好多好多呀！哪一站人都特别多。嗯，我们俩前两天就是上车是没什么座，没什么人，都是座，是吧？我们我说错了，没什么座儿，没什么人都是座，我们俩找地儿就坐下了。刚坐下有这么两站地。车就进去，人家都满了，哎，好多人。哎，正好从那儿上来一个抱小孩的一女的，她哎岁数也是30多岁哦，30多岁，上了车了，抱着孩子也不容易，没人让座，都假装看不见。哎呀，朱老师最看不得这，我受不了。哎，看不了车，你受不了什么呀？受不了别人这种行为。对呀、啊，赶紧站起来了。怎么，姐姐您这个。抱孩子不如您坐我这儿。哎，不对，坐，来来，谁当不立啊？咱坐下，他就爱聊天儿，看见那小孩儿长得挺漂亮，哎呦，这小孩长得真漂亮啊！好，小姑娘，哇，美女，哎，从小啊，美人坯的，这长大都错不了。哇，哎呦，真好看，夸两句很正常的。真是，当然女的一听这话，当时也一乐啊，哟，怎么了，小哥哥，心眼不错，眼神稍微差了一点，什么意思？我们这不是小姑娘，嗯，我们这是小男孩，小子儿说的话呢，把孩子俩嘴劈开了啊！不信，摸个筋儿，人家不摸我脚，摸自己的。